好声音时间喽！今天要听小恩小和练琴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你今天有在学校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啊有。今天上了什么课？体育。体育。然后呢？我觉得我们二下应该就能打到乐乐棒球。哦吼。那就打乐乐嘛。好啊、是吗？反正他平常也在欺负。你就是常常喜欢欺负别人，所以叫现世报啊，自己被欺负，活该。哎，快点！可是狗狗看到人家都会。啊，你快点，我们现在没多少时间了，赶快。都会欺负我。快点，剩下15分钟，你哥也要拉，你也要拉。8 8 3。你给我认真拉，4手全部走完，这样模拟比赛，模拟考试。哎。快点，不要啰嗦。高配。准备好就开始了，然后每一手都要定位才能拿放下来。好，跟大家先鞠个躬吧，敬个礼，放个屁，收拾你。开始。你看，你这样子就死，就要全部重录啊，重来。17。还没嘛？你这样错，你这样拉就全部都是不行哎、欸！你现在要模拟，我在模拟，一直要像在考试一样、啊。那是你不能，本来就是每一手中间不能快啊，你去问你妈，考官就是不要你们这样子啊，准备好才能开始。
是没有准备好你这样子拉。我为什么要准备好？不要急着下去，你先想好整个周期要怎么去做，而不是这样拉错了。你考试有几次啊？表演有几次？考试有好几次，可是表演有几次。好，那现在从头来，这首从头开始。好。其实你应该从第一首重新哎。好，再从第一首。好，你要玩吗？你说的哎。从头。好。你的略不准。认真练习就要认真练习，你这样要影响要考试，你就要给我认真练。再不行，给我滚到旁边去练习。二指咪咪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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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，二指咪。看，你这样我真的浪费时间。跟你讲，认真练就认真练，还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搞不清楚状况哎，你是有多少时间在耗啊？看你的。刚才就应该去擦了。我刚才改作业。我没有空理你，现在赶快拉，现在我剩五分钟就要收了。跟你弟一样哎，搞什么、啊？
哎，西达熟了。四七小节，就昨天没有练呢，就都忘了耶，这样不行哎。该认真的可以认真吗？我说我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时间了，现在十点了，我们能拉什么？能拉什么？而且这是第四首哦，我就跟你讲，这是第四首，英国皇家考试第四首，你一错了就全部从头再一次。该认真的时候要认真，很清楚，现在你知道你要在做什么事情。为什么错那么离谱？因为昨天没练。好啊，那如果这样子，以后每天给我练习，十点钟也可以练习，反正我有录音器。啊，你就算错我也没关系，可是你不要错到离谱，你拉不下去，听不下去。
一个人要能够分辨你该做什么事情，什么时间点去做什么事。我就是你们两个今天拉得很糟，表现得很不好。